法藏菩萨于因地中悲怨红尘，红是大，他慈悲，他发的这个愿，愿什么？愿普度众生，一个都不漏。用什么方法？方法非常简单，圆妙到极处，就是信、愿、持名。那开显此他力法门啊，不靠自己，全靠弥陀。那弥陀所教的，我们决定要接受，要依教奉行啊。他教我们的就是心愿之名。我们真能相信，一点不怀疑，教理完全不懂，啊，甚至不认识字，一生没有学过经教，只要心地善良，无戒十善做到了，就能修这个法门了。啊，是以是称弥陀乃大愿之王。啊，每一个佛陀啊，证到佛果的人都是法的大愿啊，四弘誓愿，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，头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大愿呢，哪一尊佛不度无量无边众生啊？可是真众生根性不相同，要平等普度做不到啊！要开许多法门接引大众啊，唯独弥陀跟诸佛不一样，他是大愿当中的大愿，唯一的大愿，那就是一门普度一切不同根性，成为愿王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